大家好，我是老爹，欢迎收看老爹玩风之谷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抽这个风之谷新的活动，新的福袋啦，好不好？他把福袋改成一个转蛋机的模式，改叫做这个枫叶转蛋机啊，哦，新的这个福袋转蛋机啊，哦，那这个活动是怎样呢？它单抽一次的价格是10块。哦，10块，那么可以选择赔率哦，它将会以单抽的价格乘以所选的赔率来计算金额啦。哦，例如我们选择这个200倍哦，那它就会是扣200倍的这个价格哦。那么抽一次就会获得一个蛋壳，那累积一定数量的蛋壳呢，可以去蛋壳商店购换奖品。那么也可以把抽到的东西呢变成枫叶哦，这里变成枫叶，那可以换到东西哦。这次为什么这东西特别夯呢？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它商店里面啊有破灭的剑，这破灭的剑呢是戴米安的剑，那还有破灭的翅膀，这两个都是戴米安的装备，这算是首次登场。戴米安的剑很帅，天哪，很帅！那还有死屋的玩偶，死屋的玩偶呢是它会牵着你，它是武器，那它会牵着你的一个可爱的兔子娃娃，非常非常的可爱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可爱哦，非常喜欢。那再来呢，我第四个喜欢的是恶魔的跷跷板椅子，它是一个露西达的椅子。你坐上去之后呢，露西达会跟你玩跷跷板，哇，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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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最后呢是雪花的翅膀啊，这雪花的翅膀就是装上去之后，你就会有一个雪花的坐骑的翅膀啊，这个还好。我最想要的应该还是破灭的剑、破灭的翅膀跟跷跷板吧。哦，好，哦，妈妈说她想要食物啦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啦哦。赔率200倍不知道多少，我们先用一抽试试看，赔率乘一还是好，我们赔率乘20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先来小试身手一下好了。我们先来小试身手一下，我们来抽个20赔率。恭喜获得枫叶20个跟蛋壳20个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要用这个东西去换啊，要用这个东西去换这样啊。哦，懂了啦。那我如果选200赔率呢，我会花多少钱？一个是10块嘛，所以我刚刚花了200，那我现在选200乘以200的话就是2000吗？对，就2000。哦，所以他就是直接买的意思嘛？哦，按了之后就可以退换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按了之后就可以退换了。哎，那所以他也不是抽啊？那我们按一个。对啊，他是直接换啊，他是直接换蛋壳，直接换蛋壳跟买枫叶，他其实就是直接换蛋壳。我还以为是抽乐，哎，结果不是抽乐。那等于你想要什么东西直接按啊，它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城哦。那懂了，那懂了，那懂了，那懂了。那我们直接买起来就好了，直接看你的预算啊。可选择奖励赔率将会以单抽乘以所选的赔率来中奖金额乘以赔率哦。所以按下去的时候，有机会枫叶数是比较多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再按一次2000，我们再花一次2000，按下去试试看。就还是2000哦，我们俩赔率好像没什么差欸，其实好像没什么差欸，好像没什么差欸，啊，好像没什么差欸。好啦，其实我也看不懂啦，但是如果是可以直接，他就是可以直接保底去买啦。那我们先换一个试试看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有8000，怎么莫名其妙8000了？我们现在已经有8000个枫叶了，哦，我们已经有8000个枫叶了哦。我们这个8000个枫叶呢，我们来换一把破灭之剑来试试看，好啦，换一把破灭之剑。破灭很贵，6800哎，贵，换一把，换一把。好，我们去退换序号。破灭之剑，确定退换以上序号。好好好，我们来复制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马上来换一把。有了有了，破灭之剑，哇，帅帅帅帅帅！来看一下破灭之剑哦，各位观众，我还以为是用抽的，那今天就是给大家看特效就好啦，今天就是专门开开的啊，好不好？福利福利啊，给大家看特效啦！哇，戴米安的武器首次登场哎，好帅哦！各位，我是影武者啦，那我现在发动一下影武者的技能给大家看好了。那么我把那个技能特效关掉。好，各位看一下这个破灭魔剑搭配在影武者身上的这个特效效果。我现在用的是幻影剑，然后再用更大的招。大家看一下幻影剑，我大家看一下这个戴米安武器的特效，还要酷，魔的，还要酷，混，
困。好，哇，帅帅帅帅帅，这是大致的特效哈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来直接把这个翅膀给买下来。哇，也是6800，也是很贵，天哪，也是很贵。不管了啦，我今天就是买这四个啦，好不好？就是买这四个啦，预算还够啦，预算还够啦，好不好？ Okay. 想要的东西买啊买啊，都买啊都买啊都买啊。4000呢？4000呢？我刚用200，然后他拿到4000呢。我刚用200拿到4000呢。换我转。等一下，我们应该够了呢。先换一个死物的娃娃，然后3500哦。好了好了，换你转2000，按开始。200吗？200开始。4000，又是4000呢。它是沉上去是不是？是吗？它现在是沉上去的意思吗？你可以我们先看有没有换的。好啦，不管啦，我要换椅子，这是我想要的东西啊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剩下一个翅膀。哎呦，我的点数快用完了。有没有？有时候会4000，有时候会2000，所以我们刚刚是欧洲的状况哦。我连续两个4000。好，最后的2000，6600，差多少？哭啊！没钱的啦，100啦，2000哦，100转到2000，有啊，这个几率有啦。有时候你会拿到比较高的钱，有时候会拿到比较低的钱，好、啊，也是有几率差别啦。好，破灭魔剑的翅膀，换一个。好，换光光了，拍手。好，那我现在换跷跷板跟翅膀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扩给大家看了、啊，扩给大家看了、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东西好不好？那我们呢，先换翅膀跟跷跷板，死屋的玩偶等一下再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先换翅膀来搭配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搭配起来的感觉。翅膀得到了，那再来是跷跷板，哇，这跷跷板我很喜欢的、欸，其实这活动坑吗？这个活动坑吗？我觉得见仁见智啦，就是可以试试手气。那如果你觉得太花钱了，就大不了不要买，因为它毕竟是商城道具，就是它是一个，怎么讲？它是个外观的道具，它不是说你会增加你的强度的，没有，它只是外观而已。所以就你喜欢的话，可以投资看看，不喜欢就算了哦。就简单来讲，它只是个外观。好，破灭翅膀，哇！哇，我变戴米安了啦，太帅了吧！再给大家看一下特效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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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戴米安这个特效，6666，我现在我看一下我在几品，对，8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露西达的椅子，这是我特别想要的一个椅子，哇，跟露西达坐在一起那个感觉，喜欢，跟老婆坐一起喜欢。喜欢，好，那小猪现在连线了，那我把序号传给小猪，让小猪使用哦，让小猪使用这个序号，给大家看一下死物的玩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等一下小猪就会来到我们旁边，我在玩具城里，有了，小猪来了，那你去那个购物商场把序号输入进去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死物的娃娃，很可爱的娃娃，有吗？输入进去，你可以直接用复制的，有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了，你现在穿起来了是不是？有了，穿起来了。好，那你现在跳，先看跳的特效。哇，好多兔子，很多可爱的兔子。那你攻击，那兔子也会跟着攻击耶。你蹲打会不会有差？有啦，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。那么你放一些技能来看看。我有啊，很可爱啊，不错啊，很不错啊，就是比较缤纷呐。就是那个跳起来的特效比较多。对，跳起来特效比较多，就比较缤纷的兔子感。哦，这还有他姐姐的，杀人精的是不是？对，杀人精的玩偶。为什么我们有杀人精的玩偶？哦，我有抽到是不是？我抽哦，之前有过是不是？哦，杀人精的玩偶跟死物的玩偶也是有一些差别啊，死物的玩偶特效比较华丽比较多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参考一下，死物的玩偶跟杀人剑玩偶两者呢，我觉得死物的玩偶特效比较多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。杀人剑因为上面是土，所以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把
不然来把翅膀也换掉好了、啊。这个素金我觉得还好啦，就这几个主打比较好。嗯、顽皮的彩虹我也觉得还好，剩下可能就是羽翼翅膀吧。我现在还有多少枫叶？1800个，那我们再换2000。嗯哇，我的运气是不是很飞啊？我们应该再换4000才对。我换我。好，那你换那个100倍，换100倍就好。哇，没没，乐色乐色乐色，确实。好废哦，我们。好，那么我们差不多花到这里好不好？先换一个羽翼，雪花羽翼翅膀。干了。那么剩下938，剩938全部换时装剪刀，剩多少？剩116。剩116可以换什么？我看一下我要给你多少东西？你整套都要吗？应该说你全部都要吗？我这边有一个，两个。那个衣服不能拿。哦，他男生的哈、哦，那你就拿这个啊，吊带裤啊，机器人穿的、啊，一个。那你要耳机还是要帽子？耳机是我机器人穿的那样。那我帽子也给你啊。那还有你还有雨伞吗？那我再换一下，我再换一下好了，再换个100倍一次。好，那么我们花完了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翅膀哦。刚刚想说要拼拼看，就是更好的赔率，结果也没有哦，买多少就拿到多少，有点亏啊，有点亏啊。时装剪刀其实直接用买的就好了，傻眼，真的啊，硬要啊，这就是赌性坚强啊，各位不要学啊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翅膀奇宠，好。马上来用用看，哇，黄露西达，很帅哎，很帅哎，很美啊，我觉得蛮美的啦，好不好？那么目前老爹想要的东西都换完了，都换完了啦，钱也花完了啦，我们花了多少？我们刚刚有29000嘛。花了剩7000啊，花了剩7000，所以花了1万多块点数，花了1万多块点数哦。这也是老爹之前存的啦，这也不是老爹直接出资啊，老爹之前存的啦，存的那个钱啊，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花到。本来想等到寒假的时候来抽这个轮回给大家看，还是有机会啊，好不好？还是有机会啊。剩下那7000，我们之后寒假如果轮回回归了，再来抽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不一定回归啦，不一定回归啦，那就有机会的话再来抽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总之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枫叶转蛋机啦。有的时候你2000可以换到4000的两倍，两倍，很爽的，两倍，而且我们还换到3次，我们换到3次4000，所以是很划算的，我觉得很划算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，后来的粉丝按赞，有任何不停的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如果你不想要那么氪金的话，你可以其实可以跟别人收啦。虽然我不知道现在跟别人收是会花到多少钱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还 OK 啦。自己觉得 OK 了，那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